优德莎莉就是一个妇科保养专家，他们出的月月美，也要去补充我们暖宫，那我们的情绪也会稍微的比较稳定。甘甜的味道非常好喝，身为女生需要让我们的子宫就是比较暖，不要就是让它太凉，手脚冰冷的人，比较不舒服比较不顺的人的话，其实这个日常保养都是需要的，不是说你一定是只有就是经痛的人你才会需要保养。优德莎莉就是一个妇科保养专家，他们出的月月美，它里面其实非常简单，松树皮萃取物富含高浓度的植化素，补充青花素，帮助我们调整体质，然后跟身体机能，然后都是完全天然的成分。红枣的话本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补气嘛，然后再加上它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帮助我们就是铁质吸收，它里面还有一个是菊苣纤维，帮助我们摄取很高的纤维，所以帮助我们整个蠕动都可以变得很快哦，是你每天都可以喝，它很方便，它是用喝的，它是一包已经是做好高温杀菌，常温可以保存，你可以直接喝，而且它非常好喝，它没有任何的药味、苦味、涩味那种味道，通通都没有，它就是非常好喝的那种甘甜的味道。 MC 兰也可以喝哦，你来过一次姨妈之后的人都可以喝，可能有些小女生可能是国小六年级姨妈就来了，姨妈来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当日常的保养，如果说是更年期的时候情绪就会比较暴躁比较不开心啊，你要去补充我们暖宫，那我们的情绪也会稍微的比较稳定。只有孕妇要避开，如果说是后期后六个月以后稍微怀孕比较稳定了，你如果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，你也可以就是一个月可以喝一到两包，也是可以稍微的就是补充保养一下。接下来像冬天呢、啊，你希望身体暖暖的话，放在马克杯装热水，直接这样子隔水加热常温，或者是这样子喝热热的都可以，就看你喜欢，可以直接空住喝是没有问题的，打开好来就可以直接喝了，甜甜的红枣味，不会有任何苦涩的味道，完全没有，不只有经过认证，它还有获得优良商品的金像奖，而且它也是非常多营养师都有推荐的，不含任何的药性，不含任何的饲物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造成你的经期的血量过多啊，都可以放心的喝它，常温寄送给你，然后常温保存就非常的方便，这个真的是微甜微甜的，而且它这一大包只有64.8大卡，很多上班族他们是每天都要来一杯手摇饮的，改成喝月月美好不好，保养我们女生的妇科，让我们的气色从里到外的好起来，一个好的食品好的成分再好都要顾及到它的口味好不好喝，如果口味不好喝的话，成分再好都没有用，成分好又好喝，都可以放心的给它买起来。